中原普渡就是要拜拜啊，至少要一对拳击拜土地公和好兄弟哦，拿七伤不就累瘫了。中原普渡的量大概以月平均来讲，它应该是多了两倍左右。土鸡店老板量那么大，很早就要开始备战了吧？就是去年我们就要决定说每个年节要用的量，所以大概在9到10个月前。好拼哦！老板高俊宏24岁，在台北万华的菜市场起家。2009年莫拉克风灾，他的鸡全被冲走，一夜之间惨赔3000万元。他始终不放弃。要克服的困难很多了，从生产面，然后农民端，然后天灾，哦，然后禽流感的问题，哎呀，到工厂生产，到门市消费者。哎呀，我们每一个环节都要去顾到。高俊宏与20多家鸡农合作，分散风险，也控管鸡肉品质，如今成为国内第一家产自销一条龙业者。我们主要是贩售末端的产品，所以我们要去追溯到原料的来源，因为你每天出去外面买货，其实货是不稳定，而且不是你能掌控的，你要自己掌控，就是从饲养哦到生产，甚至到屠宰，这个我们都要自己来完成。他从一品小摊位起家，创造越展万机的传奇。吃货艺人台志源都曾经出书推荐。他的鸡肉新鲜，它弹 Q， 而且他那个皮底下有那个果冻，有那个酱汁，看我讲的眼神都发光。哈哈，许妈妈真可爱，价格也很可爱哦，全鸡550元，切盘90元起跳。